一整条马路都封了。这架势前所未有啊！我去！现在整体桥过去的小区全部都封闭了啊！找了两三公里才找到一个卖菜的地方，所有的超市小区都只让进不让出，悲催啊。行云整改，行云整改，全部封死完了，封死完了，只进不出，全部封死完了。啊？他这个年纪了，这哪还在读幼儿园？他只要一封城，就说城市按下了暂停键。但是呢，这个暂停键只停下了老百姓，我们停下了工作，停下了生意，同时停下了所有的收入。然而所有的开支并没有因为暂停而停下来。既然是整个城市都按下了暂停键，那银行要不要暂停？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、各种贷款要不要都暂停呢？现在的这种状况就好比只是停掉了每个家庭的进水口，而出水口仍然在哗啦哗啦的流淌着，这哪里是暂停吗？这就是严重的拉肚子呀，还没有解药，这是要把整个家庭都拉垮的节奏呀。我想大多数人怕的并不是疫情，而是疫情下每个人的经济危机，还有暂停键下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现实。该怎么解呢？我觉得暂停的时候应该全部都